做歌手的，保养歌喉才是最重要的。吃的时候不要想前因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最佳女演唱人入围的有我是娃娃魏如萱，第十四届 Fresh Music Awards 最佳女演唱人得奖的是。万芳的歌声里有时光和时代沉淀后的韵味，专辑编曲多元，万芳嗓音处理依然能搭上各种音乐风景，不仅演绎自然深刻动人，也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拥抱。最佳女演唱人，万芳。